夏天蔬菜种类少，所以买了一些菇菇太空包来种。今天就来分享如何让袖珍菇快速出菇。首先，太空包先放冰箱冷藏两天，温差刺激一下。拿出来后，沿着塑胶环割开，用喷壶对着洞口喷水七八下，也可以多开两三个洞，这样一次的产量可以多一些。放在架子上，罩一块湿布，制造潮湿阴暗的环境。每天对着洞口喷水3到4次，每次每个太空包的七八下。第三天晚上就冒出小菇了。第四天晚上，大一点的先采下来，小一点的再等一天。第五天全部采下来。两个太空包第一批的收获量，只要再冷藏两天，就可以开始第二轮的喷水栽种了。